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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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非你要吃的。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俊贤，在风和日丽的早晨里，要拍什么好呢？这个星期的影片有一点迟出，哎呀，来了，他来迎接我了。本来我要拍一个特辑是给玲珑鸡的，结果原本上个 video 的两只呢，就剩下一只罢了。哎，吃什么垃圾？不要乱吃东西。因为有一只那只公鸡白色的呢，已经被猫吃掉了，咬掉了。剩下这只母鸡，就剩它不了。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样 start 拍这个特辑了。它一直在 aim 着我的盒子里面的虫，等一下啦，喂你啦。另一只鸡呢，只能透过 video 来给你们看了啦。现在在洗车，不能拍啦。等下再拍，等下再拍，不知道声音会怎样。在洗车，在洗车。我们家其实都一直都有养鸟啊，养喜鹊这些的。只是这些猫每次一来，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啦。这些猫每次一来呢，它就是会吓死我们养的鸟，或者是捣乱啊，捣乱鸟啊，或者伸那个猫掌进去抓这些鸟。那这只鸡公鸡呢，有一点失手啦。在没有注意之下被他叼走了，而且看到的时候已经没有救了。有一点可惜啊。每次有灾的时候会注意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放他出来走了，不能散养，好像之前这样了。所以养猫的人不要给你猫在外面流浪，因为他在外面不只能伤害这些动物，我们的损失也很惨啊，不要这样做。今天的 video 我也不知道要怎样 continue 下去了啦，所以我就拍一些 random 的 vlog 啦，一些宠物的 vlog。给新容器打洞，通常我是用火烧啊，然后用铁钉钉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些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走开，走开，不是你是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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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 ，sorry 啊，我不能给你吃 ，OK， 这个我也暂时要了啊，我等一下再喂你啊，我先给容器打洞先，然后把你抓了走了，再 aim 着我的虫了。不能给它吃太多，要吃太多会讲讲，它会不吃鸡粮，它会不吃那个料的时候了，它就会一直盯着虫吃啊。
所以不可以给它吃太多葱。我在用火烧，然后在这个所以用火烧了，融这样一个一个洞比较快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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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